们它才薄荷、空心菜还有秋葵。秋葵，哦，它上面的根吗？就一个。可以提它进。空心菜怎么拔？空心菜我们要找比较嫩的。这个啊？可以可以，这都可以，这一排的都可以。所以是怎么？你知道它的根部？哦，嫩叶。哦，够吗？够吗？够哈。好。这样可以整齐。哦，连头。它不是刚刚出来吗？好了。这个是绿的。哦，这样也可以哦。采南瓜达人，这样我们完成了吗？对，谢谢，客气。安全，耶、yeah。